草六中学运动会，他们拼了！成功会是。我撑不住了，我就是你，一哥，别做综艺效果，没做综艺效果，大哥出现了。运动会中竟潜伏着神秘搭档，如果大家成功的找出了那两个隐藏搭档，就可以免于惩罚。我觉得是于文文。为什么？我就是直觉。其实你耳朵都红了。我耳朵经常红，干什么都会红。推出来的两位，到底这个桶里有没有冰沙呢？三二一，今晚7:30，纯真真酸奶，你好星期六，新一代健康真酸奶。无负担，真好喝。